星君，你还好吗？你是不是想起什么来了？我说什么了吗？没有。你是不是很冷啊？ 星星，你不会哭了吧？当然没有。反正这么黑，我也看不到。没有。你最好希望停电时间久一点，这样我就看不到冰山融化的样子。 说了没有就没有，我不信。不信你摸摸，你看，没哭吧？ 一脸好疼啊！现在这样，你害怕？原来亲密接触是这种感觉，啊，这种感觉好，好奇怪哦。 天哪！昨天我都干了些什么？平静。现在这样，你害怕吗？
是不是想起我了？不行，我得去吹吹风。沈杰，放开我。不知道昨天晚上有没有撞到呢？希望别撞到旧伤才好。来一点消瘀止痛的食物，红豆薏米包吧。高蛋白要补充一下，鸡蛋就可以了。醒醒！醒醒！正想睡一会儿。石榴床边人，你干什么呢？你刚做什么怪梦呢？不好意思啊。你刚睡懵了是吧？把腿放平，准备例行检查。疼吗？不疼。这儿呢？也不疼。看来啊，好的差不多了，但是这个腿现在还不能太用力，知道吗？嗯。好，休息啊。好。醒啦！你干嘛去了？我去打饭了，丁医生来了，我们聊了聊。啊，刚才护士来过了，他说我应该很快就可以开始复健了。真的？嗯。那太好啦！怎么了？好奇这个？没有没有。我就是觉得这个怀表很别致。射击是一项静力性的运动，有一段时间呢，我就收集那些会滴滴答答响的钟表，特地在练习的时候在我旁边摆一圈，对我造成干扰。笑什么？我只有在睡懒觉的时候才会摆一圈闹钟，然后不动如山。不过车祸以后呢，我好像就只在意这一块怀表了。难道这块怀表，他当时就戴在身上？但这块怀表已经停转很久了，所以我也不太理解我这种心态。这段时间尽量避免刺激到他。不过，看着停转的表，应该更容易心平气和吧。好了，吃早饭吧，不然要凉了。还有啊，吃完早饭告诉你个好消息。痊愈了。嗯，丁医生是这么说的。你别这么看着我，太奇怪。
耶。两个月？什么两个月？61天。嗯？从我跟你表白到现在，一共是61天。然后呢？所以你欠我61个吻，现在你痊愈了，你这些都得补给我。沈静源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哦，不对，每天有早安吻，还有晚安吻，所以一共是122个吻，加上今天的早安吻，你给我。沈静源，你怎么这么无赖？我还有事儿，我先出门。哎，那就先给我一个吻别。沈清源，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。嗯，我也想尽早归队，争取奥运会的门票。喂，你去哪儿了？哎，16床病人啊。你又想擅自出院啊？哎，别别，医生啊，你先别生气，这肯定是有原因的，对不对？医生，我真的有急事儿。对啊对啊，他不是瞎闹，他真的有急事儿。有什么急事儿啊？在医院最大的急事就是治病。你是运动员，你要爱惜自己的身体，快回去休息。哎哎哎哎哎，慢点慢点慢点，你干什么？医生医生，你来了。不好意思，医生，我没看好自己的病人。哦，他想往外跑是为了找你啊？嗯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。20多岁的年轻人啊，恋爱比天大。小姑娘，你以后要多陪着他，不要让他担心乱跑，这样呀，不利于伤势恢复，知不知道？知道了，医生。嗯。还有你，哎，你也回去休息。你看你这伤的，你还替他求情，快点。好，那我们先回了。谢谢啊。你看好了，别乱跑啊！赶紧回去吧。哎，你怎么又一声不吭跑出去了？我很担心你的。我临时有点事情。既然你现在可以亲密接触了，那你就要把你欠我的慢慢还给我。来。先来一个贴贴。沈清源，你在直播的时候都学什么怪词儿啊？拿了，赶紧赶紧，你上。又乱跑又乱跑。沈清源。你这个姿势会压到伤口的。沈清源，你怎么还在生气啊？气点在哪儿啊？你刚才为什么不亲我呀？护士在后面呢。我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昨天晚上之后你对我更加冷淡了？我没有啊。你还不辞而别了？其实我是去找杜凌峰了。一会儿杜凌峰就过来了，对吧？5点。这才2点，这么早过来干嘛？因为你又一次违反了我们的恋爱协议，要受惩罚。罚你陪我复健。不说我也会陪你的。小心点，慢点，小心点。
怎么不走了？累了。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吧。不用，你可以帮我恢复体力的。我？你亲我一下，亲我一下我就有力气。神经人。我在这儿呢，用半个月的时间复健，然后归队。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，您应该可以把之前欠我的所有的吻都给补上。嗯。有力气了。我怎么了？腿疼。这这呀，没事了。哎，杜凌峰，沈清源。哎，小慈，看错了。队长，嗯，哎，队长，你干嘛去了？怎么了？你最近在医院有没有看到什么特别奇怪的人？没有，我发现周月最近的行踪特别奇怪，我怕他去你那边再搞什么破坏。别瞎想，射击队没有这么多阴谋诡计，好好训练。等我回来。嗯，队长，那你也加油康复啊，我们等你等的都望眼欲穿了。哦，对了，嗯，你那个骗吻的招数啊，很好用。是吧？我就说了。什么？骗吻？好啊，沈静源，原来你都是有预谋的。我说错了，这个叫震荡锁吻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隔空还能被秀一两啊。沈静源，你确定你能当好杜凌峰和小慈的红娘？你不相信我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毕竟小慈也答应配合我们。主要是这件事情从你嘴里说出来，我觉得有点奇怪。其实我也没什么信心啊。那你怎么不早说啊？因为你不光能排除阻力，还能给我信心。沈静源，你够了啊！真是见了你准是。